是放大切大機，同時呢是切大過程。呢台是沖床，是正在度沖，即係喺鋼帶上面沖商標同埋文字。呢台是鋼帶焊接機，即係將鋼帶咧焊接成鋼圈。轉彎。呢台是压大机，把钢圈转弯的一边压铁塔。这台是钢圈抛光机，把钢圈外表面抛光。这里是把钢圈外表面抛光。呢度是把鋼圈抬級嚟拋光。呢度咧係花崗工段嘅整個現場，以上六樣係玻璃護環加工製作過程，以下係玻璃蓋加工製作過程。呢度係將玻璃大片開界成條形狀。呢台是玻璃介圆机，将条形玻璃开介成要求尺寸的圆形。呢台是玻璃磨边机，把玻璃边缘磨成平滑。这台是自动双头钻孔机，这种钻孔机一个工人可以操作两到三台，降低劳动成本。这台是半自动双头钻孔机，呢台是簡易單頭鑽孔機，把孔兩邊緣倒角。呢度是玻璃清洗機，清洗檢查後的玻璃膠燒製成型工具。
这个是旋转式钢化玻璃炉烧制玻璃过程，这个是将玻璃放入模具和取出烧制的玻璃转移到钢化，这里是擦干净玻璃，检查表面质量和安装钢圈的过程。这台是包边机，将玻璃安装入不锈钢圈内包紧。这台是成品检查和包装。这里是整个生产成品工段生产现场。